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中午好呀！今天是2023年的6月7号，今天的温度呢是18到31摄氏度，哎，又上30了，后面天天都是30多度的天。最近大家不都是在忙着618吗？哎，我眼见着天气一天一天的热了，我本来还想再拖一拖的，我以为618的活动可能会一直维持到18号的，结果昨天李滚滚跟我说，他说让我赶紧去买那个灯，因为我今年准备把很多好的货搬到室内去用灯养。放到室内去灯养的话，我首先要重新做那个桌子，然后其次呢，我觉得最大的这个花费是在买灯的上面。可能有很多在室内养过多肉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的，这个灯有多贵，灯真的很贵。我以前用的是那个金炉灯，金炉灯300多块钱一盏，我已经觉得挺贵的了。结果现在你看，全部更新换代，金炉灯夏天是肯定用不了的。我从来没有夏天在室内养过肉肉，就是正儿八经的用灯光来养哦。因为夏天肯定不能用金炉灯的，我以前的金炉灯只能冬天在室内用，因为它温度好高好高。你们想想看，夏天本来温度就很高，如果再加上那个灯光一照的话，你不要说放在室内想养好了，它直接就给你烧焦了，还不如放在外面让太阳晒呢。对，你们看一下我的这颗大单头的露西娜，我已经对着它拍了半天了。今年这个大单头现在爆仔爆成啥样了，我这个底下的叶子该给它摘掉了。哎，好的，干脆就是弄一半一半吧，就不要连根弄了。哎，对，都给它扯了一半，这样好一点。然后对，我们言归正传了，又跑题了。昨天后来李滚滚跟我说，他说那个灯具的活动到8号就结束了。昨天晚上我一看都已经6号了，今天是7号，再不买的话8号就恢复原价了。所以我急匆匆的昨天又量了那个地下室的尺寸，把桌子给定了。桌子定好了以后，我又开始来定这个灯嘛。灯我本来心想那种筒灯买个5盏应该差不多了吧，我开始计划是5盏，结果桌子定好了以后一算尺寸的话不对，我本来以为100瓦一盏那个筒灯可以管1平方米，结果它只能管那个6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方形的空间。这样一算的话，我那个桌子跟你们说啊，我是做了2大块，第一张桌子好像做了有2米长，然后是80公分宽，第二张桌子其实是4张桌子拼在一起的，然后我就算是第二张桌子，我定的是2米7长，然后是1米2宽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一算下来，完蛋，至少要11盏那个筒灯。我做的还是上下层的那种桌子，我本来是想桌子底下还能再放一层，然后放那个灯牌的。灯牌我本来心想不需要多少钱吧，是吧？就是那种长长的片状的那个灯。结果算下来，这完全出乎我的想象，真的好贵呀！这些灯，那个灯牌算下来的话，哎呦，那些灯牌算下来七七八八的加在一起，就是第二层的那种，大概还得要个7-8千。我后来我想想看，有点舍不得，我就是先买了11盏筒灯，先凑合着用吧。大概1个星期以后，我的桌子做好，然后运到家，我把它安装好了以后，先把筒灯装起来。然后就开始我的室内灯养了。筒灯嘛，你们想想看，那个灯那么贵，桌子也做了这么多钱，我先把值钱的大货，你看像那些好看的，还有像橙子啊，还有像树啊那些东西，还有景啊，我先搬到室内去。然后其他的规制规制，至少这个露养区夏天是不能放多肉了，然后空出来的地方全部搬到这边，还有这边，就是集中在这样的空间放一些室内放不下的。我到时候看一下啊，到底能放多少，有可能我还会放在桌子底下第二层，就是室内可能还会再放一层，因为这些全是大盆，其实很占空间。我做了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一块地方，如果光放一层的话也放不了多少肉肉。哎，所以说玩什么爱好都是烧钱的，特别烧钱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很好看的东西过了夏天以后就都没了，或者是都残了，是吧？你说像这样子的，去年已经过了夏天的，我不能再放在外面了。去年侥幸度了夏，今年可就不一定了。还有这盆大的这么好看，对吧？拿到室内去灯养吧。哎呦，我的钱包啊！
可怜我的钱包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爱好的话，这个人生不是太无趣了，太苍白了，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院子里的，现在这边是洛阳区的柔柔，带大家大致看一下，然后我下午还得到无锡去一趟，去出个差，所以我现在大中午顶着大太阳出来看一下我的柔柔们啊，看看现在洛阳区的这些还好，这些是沙漠之星，反正现在放在洛阳区的也都是比较好养的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娜娜小沟挺好看的，大中午的我不敢喷水，如果喷点水的话它就会晶莹剔透的，就会更好看。娜娜小沟你看养了好几年了，娜娜小沟桩子都是木质化的，妖娆的呀，这个要浇水了，天气温度高的话，你看这些肉肉，我上次带着大家一起浇水的，然后一下子又干了。这个是白月影，白月影现在还好，但是真正的到了夏天淋了雨再晒太阳的话它是受不住的，这个后面温度一天比一天高，接下来马上就是天天34、35度这样子。你看我的这个是蓝色金喜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是昂斯诺，是我院子里面最多的就是昂斯诺了，这个大手捧摸着都烫手，很烫。看看我这边这颗露西娜，这个露西娜包了好多好多的崽，它一层一层的崽，露西娜是可以露养的，像我到时候要分一些品种，像有些品种可以放在外面露养，我就不拿到室内去，太占空间了。这个大盆，一张桌子，你看像这个60公分宽的这个桌子都放不了多少，养那么多的大货真的是伤脑筋啊。看我这边的全是大单头，大单头现在全都抱了好多的崽，中间空的是前几天不是感觉有点炭疽病嘛，放在那个水池那边在疗伤的，不能传染到这边，反正现在我的院子里全部都是像大白菜一样，没有啥颜色，大致的就带大家先这样看着吧，等我拿到室内去用灯养，后面上了颜色夏天也会好看的。好了，今天外面温度好高啊，我准备收拾一下去无锡了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喽。